夸张，做事没人懂，对不对？慢慢整理，来，不要打翻，慢慢学这个，以后你一搭上手就能。多搭一次好不好？学美人手啊。好。我是老头子的手啊。老头子。你看这个手，你看不皱，看到没有？慢慢说，这个地方我有点取巧啊，一拉，那我有点取巧，因为我膝盖不能再下去了，我已经下到这样子极点了，所以你们要就尽量向下，向下上，这个就是美人手，美人手就是说你搭上去，往下沉，啊，百会一流。再说一下啊，那个美人手不好做，美人手不好做，这个是郑曼青的绝活啊，绝活。大概陶品香也教过你，教过。你会不会？一刹那，知道是那个，但是对啊，教学就是一刹那，下次又讲下面的，你有没有听懂？就没有用，没有用出来，自己没有用。你看啊，他个子高，还是我个子高？我个子高。你看，我要跟他一样低的。哦，看看，好美。完了。哦。怎么这太快了、啊？还没有发现哎、欸，就是根本就站不稳，那个手一来就站不稳。对啊。这样啊，没办法。哎，站起。那个手一来就站不稳嘛。好，他那个时候呢，两个这里有两个美人手，要美人手啊，你们都是美人啊。功力的问题。然后哦，以后的美人手变哦，哦，他这个手张牙舞爪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假如我侧面这样，那我也是一样的。没有变，这个是我用技巧，我人不下去，我把它拉上，拉上，其实我要下去。所以这个是外侧，对不对？以后到内侧，对不对？内侧，对不对？内侧，你看，你一样可以美人手，美人手很好用啊，是不是每个都会达到？哦，等到以后你两个手了，会了，啊，变成一个手了，那也是一样美人手，这样做。我告诉你，我郑曼青的学生在那大三元请我吃饭。吃完饭了，我这么说，来来来，空旷地很大，来来来，再来一次，你能说再考一次，试试看，我教你，很简单。那我手如果放软呢、哎？你放软看看嘛，哎呀，我没有叫你很硬啊，你这么举起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放软啊，好。你没有用，我搭上的同时就把你拉起来。哦，这个都是叫美人手，不是说这样叫美人手，他的美人手很简单。哦、你要去试啊、哦！现在你个子比较低，不要太低了，高一点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好，你这样吧。这个是美人吗？是高的。老头子手做的。慢慢松，慢慢松，松。哎呀，美人了，看到没有？记住。你去看那个国画里面仕女图，或者说跳舞的时候，看她手，找漂亮的两个，不要找我这个。你去看看她手，她的手就是这样，很漂亮。然后要全身放松，不要怕，他们都会做啊，他们是懒得做那里。会了吗？对啊，从他本体上先做。你不要从肢体上，从本体上，本体上做它跑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这样的是不是美人？不能美人嘛？你的手没有贴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凹住了嘛？凹住了，你有人下降，放松，放松，不能压哦。哎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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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个手成美人。斜下，好，好了啊，百会灵一下。好，就这样，看到没有？乖乖的。自己现在我帮你忙了，现在你要自己做。